好，谢谢各位同心。好，咱继续搁上课哈。好，咱头讲到个这个，这个中华民国这个车轮牌拢无去啊，哈。啊，咱各敢知影讲，咱国防部、国防的组织一挂，吼、哦、海陆空的三军司令部，啊，甲空军指挥部、宪兵指挥部，拢已经裁撤，各位敢知影？好、哦。来，我搁摕一个好些，各位再搁看一下。好，好，这有看哦。好，我搁看无看？好，财政部、国防部，有无？好，作战政总政作战局，有无？参谋本部，好，这拢有日记哦，这拢有安尼哦，网路的哦，吼，这拢按照网路揪出来哦，这拢袂假啦，吼。国道警察局有无？哦，警政署哦，保安警察拢无去啊。但是真可怜，咱本土台湾人无人知。我伫军内底办公室吼，一寡新真侪新的同新来入来吼，我有甲问，无啊一个人知。因中国人的中华民国的人，大家都知，唯独咱台湾人唔知。哦，这就是咱台湾的悲哀。哦，哇哈，你拢应该看哦。这是哪地一点点哦？总共有裁撤1000多条，但是咱拢无人知呀。哦，有无？再话看中华民国行政院哇，哦，内政部、外交、国防部、内财政部、法务部、经济部、交通部，有无？就那种裁撤的拢下底的哈。哦会死案，哦，这有我从我你看吼，来你也看这吼，这拢有问你哦，这是网路的问你哦，网址哦，这个不能作假。嘿，所以这种是真的，哦，这是100%都是真的，啊？这有你若要问的时阵，用个 copy 无要紧，嘿，会使。我，你若要 copy， 我再给你 copy 无要紧。嘿，真侪人唔知啊，你也丢。但是这种有主流通才，恁因为最主要解决问题，要给恁带你上网路去查，因为你们没有去上网，你们永远不会。很多台湾民政府的消息就是在网络里面，所以那秘书长讲的讲吼，你们要会懂对电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多资料都是在网络，哦，嗯，我这我40000块敢我，那你用一个敢我40000块，哦，哦，这种五万的滴，这自由时报好不好？哦。嗯，哦，一碗面也卖12万啦，吃完变20万啦。哦，哇！美国国会报告台湾地位未定，无承认大陆对咱台湾有主张。哦，这写个真清楚哦，嘛无承认咱台湾是主权国家。联合报写的，哦。嘿，好、哦，所以咱今日咱党秘书所做一挂代种事实拢是真的，你免怀疑。哦，所以你今日阿都来咱党秘书，你拢是顶世人修好样，加一项来吃。嘿，哦，哦，美国中情局199份文件，指台湾地位未定，有无？哦，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，有看无？哦。嗯，这个美国这个麦克阿瑟在国会嘛讲过，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。麦克阿瑟将军也有讲过这句，在他们国会里面讲的。哦，嗯，
咱两千十年九月，咱就发生举办酒会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安局，国安局的国土安全局，啊，也我拢派刘阿姨来欢迎。中华民国甲即阵，中华民国甲即阵。嗯，不，美国叫伊什么什么的，这个国外这个庆祝酒会，还是咧华盛顿举办的，还是挂牌，都完全没有过。咱台湾就咧美国挂牌，哦。哦，2013年1月初，美国新国会台湾政府，咱是合法的代表。所以我们今年会执政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都是合法的。好、哦，今年美军的礼拜，但美军礼拜时，我们就是正式执政。好、哦，嗯，我讲嘛，叫蒋氏集团霸占咱台湾的，你不能，你不能台湾财产。同时大量没收本土台湾人的财产，对，连咱台湾一寡拢有这个想法嘛吼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咱中华民国在咱台湾这块土地并无土地使用诶土地所有权嘛，伊凭啥甲咱卖土地来甲卖，来使卖，准嘛叫中国大陆来卖，对唔对？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是日本天皇的啊，啊你怎么卖？你无所有权状，你厝敢有法度卖？土地敢有法度卖？道理一样，即个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你用什么东西，用什么方式敢卖掉？非法吗？所以只要我们台湾民政府一执政，我们就会处理。所以你别惊，中国人来台湾买土地买厝，你就尽量买，买较侪买较好。安怎讲？因为伊无所有权呐，啊，所有权日本天皇的呀，啊，你说算所有权？没有啊，所以没收。这种尽量买，啊，钱拢咱来话紧，嘿。所以有条讲，我中国大陆来买，啊，变大量变伊的物件啦，嘿，你好，哦。嗯啊，国民党前咱出世还未出世，就开始骗到咱最老啊呢。哎，阮较早做囡仔，偌可怜的呢。讲台语吼，爱叫人罚钱呢。啊，我挂一块牌啊呢，我挂有丢呢。我要说国语。哎、欸，阮读小学是安尼的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对。哎。嗯，不会说国语要当兵、啊、不，拢不会说国语嘛要当兵。恁家拢有做做兵给的不？要当兵。哦。嘿。哦。这样讲起来了哈。我取一张纸画有，哦，这张咱甲注意看一下哈。马总统2012年5月20日咧就职典礼，你也看，感觉怪怪无？嘿，迄个叫怪怪对无？迄个叫做啥会知无？全世界上假死的就这个，迄叫做伪造国旗、伪造文书。哎、啊，为什么伊做这个旗啊？为什么？各位敢知？因为吼、哦、马英九吼、哦，佮讲马英九是真啊，因无甲侮辱哦。1234567890，这是正音。北京语叫马英九嘛，哦，马英九哦，对不？啊，咱来咱的台语来讲叫做马英九，咱叫狗无唔对哦，不是狗啊。咱是讲台语音叫狗。七八九嘛，吼、哦，就是、马英九嘛，伊为着要阁继续去管咱台湾，伊讲甲美国讲吼，台湾国法来管，啊，我来改
民政府，伊嘛要改民政府，哦，所以去伪造国旗，你看，加大家就知，啊，大家把就白内障看无，哦，这个机啊，这大机大人知，骗鬼的吃水，对不？哦，所以人家国民党一世人就给人骗，伊这伪造国旗，就是因为。伊发觉这问题，伊甲美国讲，我用这个机啊来做民政府，阿华，佫继续跟台湾。嘿，美国甲讲 ，no， 歹势，你没有权利，因为台湾民政府已经申请啊。蔡英文伊嘛去申请，嘛甲美国讲，互我来执政，我嘛应该改。嘿。拢真假，但是美国哪可能可以执政？因为咱正式的美国挂牌的呢，因拢无挂牌是要安怎做？要安怎请？对不？哦，这个机啊，哦，哎，你是无？拍死！啊，各位敢知影这个旗是啥物旗啊？这个不是国旗呢？对，中华民国的海军旗，这不是国旗呢？伊是迄阵啊，要占要美国叫伊来暂时管咱台湾的迄阵，伊用这个旗啊呢？我那个车。我先找你看哦。哦，谢谢。你看这有可能，这你阵啊，中华民国的兵来咱台湾，你是安尼？你是安尼咧台？但大陆中的青鸟就开始大条，哦。无血无白晒啦，吼、哦，嗯，对，嘿，有无？我看到无？这支就是中华民国迄阵啊，旗啊，这不要的旗啊，这支有看到无？海军旗。哇！哦，哦，只要头路讲着吼。咱军队免甲美国买武器，有无？波多黎各解放知无？咱台湾今日来是讲，应该列入美国的领土吼、哦。啊，要照讲起来吼、哦，波多黎各比咱较早，因为波多黎各嘛是作目前哦，嘛是美国占领中哦。啊，如果伊也应该成美国的另外一手，一百二十年前啊。波多黎各是属于美国的一个州啊，但是到即阵没有。但是波多黎各这国家真巧呢，伊是美国占领中呢。啊，你美国占领，你是爱去共福建，所以美国每年爱几百的美金爱给波多黎各，给波多黎各。好呀，因个国家使用，因为你共占领，伊即无钱用，老大，啊，我无钱，你还阁摕我，所以每个每年啊，百几个户，我多少哩个呢？开销呢？哦，啊，你也是美国一手，歹势，你奈纳税金呢？波多黎各啊，纳税金呢？啊，伊准备纳税金，美国钱还阁好伊呢？你要选对一个？
较戆嘛，要选选选我呢，对啊无？美国也提前花开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因为美国是咩做？伊就不得已，伊讲占领，伊讲占领是安怎？因为当初波多黎各属于西班牙的，啊，因为美国西班牙有战争战书嘛，啊，所以伊挂念和美国，所以波多黎各美国是。就是跟这种占领中，因为是殖民地，所以叫占领中。啊，咱台湾同款，啊，所以照讲，台湾这块土地被正式给讲起来吼，美国爱提几万块呢？对，但是伊无提钱出来，佫赚到钱，安怎讲？因为蒋介石关系，我头来讲啊，伊为了伊的生存，甲美国买武器，啊，所以佫叫咱台湾人吞死，照讲美国爱派兵来啊，并讲咱家台湾人派兵去。咱吃的金门毛嘴死太侪，对不？啊，无照讲个，你今日正当的话，美国还提钱还咱，因为美国占领呀。啊，可能台湾有功无啊，对不？啊，恁敢知影讲，就咱军事法庭嘛裁撤掉无？恁敢知？知哦，啊，为什么？洪仲秋嘛吼，我请教各位吼，洪仲秋因老爸什么人？无熟悉嘛，无名小卒嘛。啊，你洪仲秋何德何能？为了一个军事法庭裁撤，我请教各位吼，咱台湾兵啊死叫中国人操死偌济，你知无？咱台湾兵啊死偌济，你知无？多一个兵啊，有我都讲和军事法庭裁撤。啊，洪仲秋有什么人？因老爸无无名小卒啊，咱蛮办啊，洪仲秋啥咱蛮办啊？为什么？对，咱去告美国，咱去告美国。你流亡政府边个有兵的？袂使有兵的嘛？啊，你军事法怎么用个？对不？所以猜测。这是因为咱岛民去告美国的，啊，中华民国伊敢要互你知？无要互你知。伊就讲，因为洪仲秋案，对不？所以把他裁撤。啊，一挂军的嘛咧在跳，啊，军的裁撤，啊要叫谁来判？其他电视拢有讲哦，对不？用啊，搁一挂外行的来要处理这军啊，是咩处理？其实军都免处理啊。因为咱本来无兵啊，为什么咱台湾即阵84年次的免做兵？你敢唔知？84年次的之后的都不用再当兵，因为咱嘛是咱控告美国。你嘛袂使募兵诶，哦，嘛是袂使募兵诶。哦，所以讲，咱军队我们免惊，咱的少年免，咱军队免做兵，这是国际法的。你流亡政府军都袂使征兵的嘛？美国叫我们去当兵吗？不行，他是占领，他是占领中，他是要保护啊，要保护要派什么兵？派他们的兵。他不能叫我们当兵的。中国会打台湾是吧？那让我请问一下嘛，台湾跟中国有关系吗？没有啊，那他为什么要打你？我请教各位，我们跟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仇吗？有仇无？冤仇无？咱敢有甲拍因老爸？无嘛？啊，因囝敢捌互阮拍？无啊。啊，咱无完无休啊！啊，你现在安排？啊，各好，我甲各位讲过啊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我甲你拍赢，你这个国家你做一个民政府，我就爱撤退，我就爱撤退哦。啊，我甲你拍赢，王哎，啊，我搁个邓去呢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就是恁只要我。打贏你，你這個國家只要有成立一個民政府，這個國家秩序都很正常，
我就要撤退，这是国际法。啊，中国大陆你遐强好，你敢拍拍赢，你嘛是还阁转去啊？啊，我为着甲你拍啊死遐侪，还阁转来，我逐个拍伊个，是不是啊你？所以有可能甲你拍无？无可能，因为这些土地不是伊的嘛，这些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嘛。嗯，啊对。伊今日恁无感觉过遮奇怪？中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弹跟炮弹都有眼睛吗？你拢无甲吓家己吼？咱住台湾住遐久啊，你捌看到中国代表的枪支拍落咱台湾无？拍去平湖无？无无嘛？啊，为什么因的枪支拢走去金门妈祖？因拢目睭拢有新目睭啦，因也要鼻鼻的，鼻金门鼻甲妈祖鼻，所以你枪支拢会带去遐去。啊，对啦，那个金门马祖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，所以个国因的国共内战，跟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也怕你台湾没没啦，伊无咧读个派球了了庆记，对无？阿王北上，阿王土地也毋是伊个啊，阿个等于啊死几啊万、几啊十万人，啊再来等来，够可能，对无？哦，迄是因为较早因中国大陆思想没有开放，拢跟咱一个嘛，一个什么人？个诶，拿破仑，证明就是伊个。迄较早需要，尾啊了后国际法规修改，这个证明袂使遗传祖传。哦啊，阮的阵吼，如果讲会使来讲啦，即阵全世界土地拢向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大陆嘛是伊个啊，啊为什么？恁来无去拍？因为你大家无咧派个美国，无咧派个进攻，即进攻个呢？啊，我拍牌啊，毋是我个啦，啊无得人偷啊，对不？伊拉克毋是美国拍到我，大家说你是要个撤退，嘛叫请伊拉克民政府，啊伊不得不，我伊嘛真歪呢。对不？所以讲，你讲中国大陆会拍来台湾未？免烦恼，连拍未甲你拍啦。较早讲要学习台湾，迄是行啥？伊看看中国大陆要拍啥物人呢？要拍啥？国民党个呢？伊是要拍国民党个呢？啊，国民党嘛啥伊要甲拍呢？但是袂讲，伊讲恁只台湾要注意哦，恁唔通我黑白讲哦。恁个黑白讲哦，阿强要甲恁拍，有啊无？是要拍伊啦，因为因元首代请，你听有？国因咧共产党甲恁下底下咧整啊！啊，毛泽东前较早就是要消灭伊只蒋介石家人啦，是要拍伊袂着尔啦。啊，蒋介石这了，那卖讲你歹听啦，咱讲伊这吼。上个干预啦，啊，就拢利用恁只台湾人啦，啊，要教是恁只台湾人吼，袂使学白话呢，啊，你若个学白吼，啊，强我袂来拍，啊，咱台湾就惊，啊哟，啊要强我拍来，啊强我对只枪支拍来咱台湾，较拍嘛金门妈祖啊，因金门妈祖土地因尔啊，因是属于内战，对不？啊，扫落了后呢，咱台湾民政府要执政，啊。因家中国人要走倒去，啊？哎，对，哦，你拢知影嘛？吼，对，是毋是平潭？金门妈妈做，来，咱看一看有迄图无？好，来，各位看到无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平潭，咱这个台湾这大地，平潭后边这个是中国大陆这大地，有无？哦，中国大陆是咧遮，真大地呢，以前是无错呢呢。平潭是遮呢，比咱台湾细只水，那主要是十八市吧，对不？啊，为啥你去啊？
因为不是因为阿公去啊，因为因不是因为美国有甲特中国大陆讲好啊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美国，那我你啦，这美国设太巧，美国人真巧，设的局啊。因为咱过赢美国，啊，尽管是卖荷兰，啊，中国爱登记无？爱嘛？是不是安尼？伊所以甲台啊，跟我咧讲嘛。但是讲是安怎安怎登记？伊就设计一局，啊，这中华民国读个歹歹，想计跟巧去。啊，这个设计局叫做，叫做 X 化，你别看 X 化哦，他叫伊签，啊，签到变安怎？啊，国共和解，对不对？啊，国共和解了，表示你兄弟要和解嘛？啊，你和解，你就要回去嘛？因为较早蒋介石有讲一句嘛，啊，我反共，啊，反共，你阵叫我去中国，共产党国家，我稳死个啊！对不？啊，美国觊觎人权，所以佫继续扩大。但是你即阵因知影，因会用这招，所以伊去甲我来讲，要叫中国在台湾去甲伊讲，签 X 化，签落去，恁就国共和解啊！啊，和解安怎样？你爱哄邓去啊？是不是要哄邓去？啊，恁就互相下底和解啊嘛？啊，佮和解你爱哄邓去嘛？对不？哎，对哦，爱用登记啊？为什么登记登个登个唔只唔相关了？个坑个正啊！你给恁内地就好啊！我帮忙登记就好，是无代志啊 ？No， 台湾加中国人偌济人呢？几啊百万人呢？啊，如果个帮帮个中国大陆，我搞革命啊！习近平读个没收，对不？哎，百万要个分开吼，来搞革命真惊人呢！对不对？所以人习近平哦，真巧的。恁只国民党，我睇你袂对，我嘛教死你也对。我甲你讲个只，讲个只哪样？好管理，对不对？这学问真大哦。这个所得真大，我好管理对不？啊，你卡大我的地对不对？啊，你也来税金无？哎嘛，啊！你中台湾的中国人登去平潭，你是钱爱砸登去，钱不是爱砸登去？啊！你钱的台湾爱报我知啊！你提出随时登来，你要有来源啊，对不？啊，无来源，我相信讲遐一百个、九十九个拢无来源的啦，对不？拢贪污嘛，是不是安尼？阿伯阿姨啊，没收！老天有眼啊，该下自生自灭。你来看嘛，这块土地这么大，第一点有机场无？无啊。大陆要让你去无？无啊。大陆要过来无？我要过来，吃到歹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阿伯啊？自生自灭，极其魔，对不？讲老天有眼，当初伊安那对岸，伊爱受着什么都报应，对不？是世界真公平啊，人袂使做唔对的，对不？哦，做唔对唔是袂报，时机未到，哦，所以因即阵开始时机到啊。啊，咱这两年咱也看得到，哦，这就是平潭。哦，你看，正在那建设，上一期像丹麦在建设，你知无？宋楚瑜啊，在进京，最近的进京较早，平潭岛市长是宋楚瑜啊。啊，阿平我唔知啦，啊，伊拢摕咱的钱去遐建设。第三个钱，恁的钱哦，不是因的钱哦，恁台湾人的钱，去遐建设的，
甲看开偌侪钱用，用你是恁的税金嘛？对对对。哦，啊，佮像有啥问题要问的无？因为咱剩差十分钟，佮十五分钟，有啥无了解要问的无？好来。嘿。看你要拉无啊？但是伊因为即阵台湾即块土地暂时阁是中华民国代理美国占领，所以他还是有这个权利来追究。哦啊，如果说你我都撑到乱执政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不用缴。哦，还了解意思无？因为伊阵那个是以执政，我们还是要遵守。因为这是美国赋予他的权利。我不能说你不要讲，哦，啊，你自己看。但是咱若执政吼，第一点，咱若满十八岁小孩子以后，民政府要送你一间厝。大英万年哦！只要满十八岁，父母没有两间两栋房子以上，你也子女都有一间房子。哦，你老公、你家读书有就学贷款，拢免还。哦，啊，囡仔生出来，咱他生出来开始有一本。银行簿啊，予伊一个月五万块，甲大学毕业、博士毕业，这是咱民政府的政策，很多哦，很多优惠哦。你准备交通讲出来，我想袂出来。哦，啊，你若有我年纪，我若想歪，我再甲你讲。啊？台湾哦，哦，很简单。你讲中华民国等于安尼，咱都负债累累嘛，对不？嗯，啊，你我想嘛，啊，咱是台湾民政府呢，啊，咱那个是你也请代表，咱那里要请你哦。啊，中华民国当初来咱台湾的时候，伊嘛无承认咱的代表啊，是不是用？一块诶，四一块钱换四万块，对不对？啊，相对嘛，后边咱一块钱换四十万嘛，我都转来啊，对不？咱后边真有钱，啊，我讲你听，第一点，诶，啊，但是咱是讲，伊阵咧主要是讲，咱等后边即种免闹钱。对不？第一点，台湾即阵是卖起兵，较早拢起六十万大兵，搁一寡职业兵，咱一年甲起兵爱开偌侪钱，你知无？对唔对？算落去，咱台湾每年爱甲美国买武器，一年爱买偌侪兆亿美金呢？你那两个性格甲算啦，咱台湾卖讲算讲几千，咱要甲算两千三百万人啦，卖讲较少啦，两千三百万人用这钱来分啦，大家敢无钱？啊？哎，对啊，哎，迄个小钱拢小钱呢，我正甲你讲，这拢算小钱哦。台湾这块土地。甲钓鱼台，这土地下骹，甲海，甲咱台湾的土地下骹，拢种石油。全世界石油咱上多，中华民国较早要逃亡啊，要逃亡啊，去予美国发觉到，甲冻起来。伊讲，你为凭啥讲哦？这不是你的呢，这是台湾人的呢。你凭啥讲哦？才无，才停起来呢。但是有头几块啦，有啦就无啦。
但是咱台湾这个酒，土地下块酒油是世界上上多的呢。我今日讲这土这个酒油啊，我跟美国老大讲啊，何你来出工出功夫啊，出机器啊，十分之一可以啊。美国人暗时啊笑到困袂起，我你讲对唔对？啊，遐酒油咧，乌乌的钱是啊，咱百姓咱台湾军政府的，啊，台湾有钱无？这多钱，所以你你讲有钱无？咱等阿平吃好个，咱阿平的生活是比欧美国家好啊？不是，如果说以那个的话，文莱哦，一个小小的比咱台北国家较水分，伊全世界所得最高，对，但是因哪底都无生产啥个呢？无半项呢？因的所得上悬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因的土脚有石油，啊，迄个土地遮水啊，石油安尼，啊，你看咱台湾，即块土地遐大，搁甲钓鱼台，甲搁遐咸海呢？啊，你看有钱无？咱遮侪钱，你免烦恼。所以我讲，后边咱的生活水准是比后边国家好。因为秘书长会跟恁讲，恁若讲需要，秘书长会跟恁讲，咱后边的生活，因为咱台湾后边是遮好个，遮有钱个。啊，咱的子孙那边做兵啊，对，后边吼，咱若执政了吼，甲秘书长讲个，咱的薪水拢遮悬哩。啊，讲袂话，你佚佗，对。但是咱遮阿平拢是政务官员，听好势吼。恁阿平钱会遮足个，但是千万唔通贪污，贪污这国家绝对袂强个。所以秘书长一直在强调，再而三的强调，绝对袂使贪污个，因为贪污绝对清杀，无第二句个。啊，咱遮侪钱啊，咱也着去贪污啦，对唔对？你走袂转去啦。啊！恁家比你我好些啦，你没有想，对不？啊，就较侪钱方个，佚佗啊，对不？就像台湾一年有几个月要你休困佚佗，对不？哦，啊，咱钱就好好个佚佗，这是咱应该享受的。咱阿边的生活绝对也比后边国家好，所以你看囡仔生出来一个月就给你5万块，哎，不是要给你，要给囡仔。啊，你唔要提开呢？啊，哎，对啊，啊，你孙嘛同款啊，阿边生活较好个啊，啊，钱嘛比你较济啊，啊，你阿边退烦恼啊，对不？啊，你要选择即阵的生活，还是要选择后边咱台湾这个事情的生活？对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讲咱即阵有只好讲个，厝边头尾紧在倒小步，哦啊。唔听，卖插伊，迄伊命，迄伊较早做个呗，吼、哦，咱无法度个解救。啊，尽量就用咱发自内心，尽量替咱台民众去宣传，吼、哦，去讲解啊，成不成没有关系，尽我们的力就好了。啊，好难打，难，但台民众个经验呢？啊？安怎？要来咱台湾？赔钱哦，这我袂使，我唔知道，我无去处理这代志，我唔知道。但是咱后边来执政，咱会更加顾，因为伊对咱担一个责任，这个责任他没有做疏忽。咱免做兵，咱有啥去做兵？咱死些罪啊，咱也较妥啊。啊，做兵咱嘛较妥啊，对不？啊，这妥不了，后边就是后面后续的动作。咱即阵咱不管，咱袂使管的，我是唔敢不应该你讲。但是后边咱一定去加顾，因为。咱不应该做兵，但是咱有做兵，咱的家属拢去做。但是基本上我所在阿边后背上拢袂少钱，因为两年三年袂少时间啊，对不？所以阿边后我咧用个申请，应该是因为秘书长有讲，但是我没有绝对把握讲一定个呢，因为还没有既成事实，我袂使阿边讲个。哦，但是几率很大，欸
就头一张。咱头冇看到无？劳保局有猜测无？有看到无？哎，对，哦，对哦，哈，哎哎，有看无？有看无？有看到无？劳工保险局已经裁撤了无？啊，咱过来来有看哦？为什么？伊要继续甲恁骗？啊，恁准用个退下，但是咱拿着钱无，我唔敢讲，因为伊会来讲分期付款。袂使，无钱养领，因为伊无钱啊，所以伊会分期付款给你。我无法度啊，生死生涯，啊，这里还是讲一下，清楚已经无啊，是咱台湾永远蒙在鼓里啊，因为我们台湾人有个缺点，就是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，不会去关心，那已经会数啊，猜测啊。我们也不知道，咱拢唔知道，咱讲讲话咧，啊，这到时咱的事情吼，警官会去处理，咱有司法部，吼、哦，啊有黑熊该犯的吼，拢会去甲追究，嘿，对，拢会，因为秘书长不讲给连战有几秒要甲追究，啊我。没有那个，我不能那个，我只是知道以前有听过，哎，但是他们都不会跑掉了。哎，请说。哎。没有，是18%以后执政的话，还是有，你他有选择性。是你要继续领18%的话可以，但是还另外一个，哦，看你们自己的选择。那我们办身份证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身份证是代表你自己人个人的身份而已，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，不会有冲突，不会有冲突。这个跟这执政的没有关系，身份证归身份证。哦，啊，咱时间到啊，哦，3:30，啊，无咱今日就到这结束。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讲了不好，他多多原谅。哦，谢谢。